近期刷到的炸裂洗脑说唱歌曲，你第一个想到的是哪首歌？我脑子里全是有人钢枪有人伏地啊，太魔性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梗？原来钢枪是游戏中的一句术语，源于四川方言，意思是硬拼硬冲。该梗出自歌手刘江于2018年创作的歌曲吃鸡，没错，就是跟大吉大利同一首歌。近段时间呢，让一位名为东道主的视频博主对该歌曲进行了加速调音修改，那么变成了游戏玩家们喜闻乐见的音乐，后又被 AI 赛马娘重新演绎，再搭配上了私人笑声，变得更加的魔性洗脑，被许多的视频用作背景音乐，每次刷到都有一种被硬控的感觉，还有人假装看评论，实则欣赏音乐。第一遍听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第二遍听，哎呀，欣赏不来一点呢。第三遍听，有人给赞，给我点赞，兄弟们 come on， 一起来给我点赞。网友们也直呼有一种很平静的风感，估计连作者都没有想到加入笑声就能够让这首歌再次爆火吧。不得不说刘江这个赛季很强，都大大方方的啊，不许假装翻评论。